现场朋友带领我们小飞鱼乐团为现场朋友安排这个时段的表演。那大家听得出来，经过一连串的尾牙，还有这个这次的操劳哈，我的声音有一点像黄小琥了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，它虽然是老歌，但是以今天我的声音来唱，应该会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啊，希望大家 rehab。OK， 当然这首歌曲分享给现场的朋友，掌声给我一点吧，谢谢。